开局就失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民间关卡虽迟但到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纯拼手速的创意庭院，对吧？阴间庭院，关卡 ID 是 and 202919。宝贝，家去药水，小鸡仔和冰药，我受到了一丝阴间的气息。过关植物，手动操作的火葫芦。这下明白这一关为什么叫拼手速了吧？开局就失败，不至于吧？啊！好了，现在是大嘴的第100次挑战。不会吧，老大，你将100次还没过去？说实话，还真没100次，但我觉得就算打100次，也还是过不去。老大，我试试。哦。那你？还真是开局就被小鸡仔偷叫。不算不算，我还没摸清楚套路，再来。哎，有进步有进步，这一次打过了冰药。老大还是你来吧。我也过不去呀。老大，我们触发了神秘大引爆炎，1000个小太阳，3个能量豆。小太阳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就20个钻石而已。买了买了，这一次一定要过去。老大这。Hello, it's me。这一关真是太无解了，如果你。